这猪的价又跌回来了哈，掉回来10.11块，啊，昨天猪肉10.11块，我去，急了，这可咋整？牛肉21斤了，你说猪肉还不见？啊，牛21斤，牛那你见着？给老百姓干腻了这个。跟那个那哪儿一线那种修玩不行吗？给他整卧装不行吗？给他卧倒不行吗？是，那就给卧倒了。那时候一个别让我扔那儿。
都不上那个。没干啥呀，我家没说就找车挣半天，完人就啥的，来了。鸡的不小吧？这是。好屁往水方向，水方方向，哪水方向？啊，你抓那个听个当那个地间大的大电鼓是吧？大电鼓从哪儿呢？那这一层叫啥？地线张家堡镇，七里河东边那个。对。他旁边有的地啊，白种。他朋友是一个大农场的老板。完活了吧？嗯，我种完了吧？种完了，装花怎么剩？再不种完不赶趟了。赶趟？还赶趟吗？赶趟。Oh.